放在狗右手边呢，大家可以看到这种低矮的头肥房子呢，就是我们哈萨克族冬天居住的冬窝子。它的四方平顶，外表看起来呢很不起眼，但是内部的格局是特别的美丽、特别的漂亮的。这个房子呢用头肥，还用这个石块，还用这个木头来构建的。冬天呢里面用土炉或者铁炉来取暖，因为我们这里的冬天呢特别的寒冷，在零下40度，所以呢我们的牧民将把一个个寒冷的冬天呢都度过在这种低矮的头肥房子里。生活中呢，动物一直扮演着不可代替的角色，不管是朝夕的牛羊马还是猎鹰犬，这动物呢也说明生命中分不开的一部分。那么在草场上呢，我们最常见到的动物呢就是